沙棘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，被誉为中医界的营养之宝。它的主要功效是补血、滋阴润燥，尤其对于因血虚引起的面色苍白、手脚无力等症状特别有效。沙棘味酸甜，性微温，归脾、胃经。它含有丰富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如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 花青素等，能够补血、滋阴润燥等多种功效。在中医学上，沙棘主要用于治疗因血虚引起的面色苍白、手脚无力等症状，同时沙棘还可以用来调理肠胃，增强免疫力，对于治疗肠胃机能不佳、免疫力低下等症状也有一定的作用。不过沙棘也有一些使用上的注意事项，因为它具有一定的酸性，所以胃酸过多的人不宜过量使用。此外，沙棘也不建议与一些中药同时使用，如黄连、陈皮、黄柏等，因为这些中药与沙棘有一定的相克作用，会影响疗效。总体而言，沙棘作为一种营养之宝，其功效广泛而又神奇，是中医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药材之一。但在使用过程中，也需要注意相应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，以避免不必要的副作用。记得赞好及订阅九火文明频道，谢谢观众的收看。